这上面第一个词语，然后由梦这是我自己对吗？对，嗯，是的，跟你很搭，跟你有关的，跟我有关，对，对，跟我们依恋也很搭。嗯，来吧。然后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经常喜欢吃的东西的一个味道。我觉得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，很明显了。脑洞打开。我喜欢个味道，我喜欢吃甜的，对，哎，对，甜美。哦，是的，哇，这也太聪明了吧！你平时有这么好机智啊？那这第一轮两位都回答正确了啊，因为我们是以比拼的形式的啊，如果梦洁赢了，我们送的是签名照、明星同款的单。